原标题，他是唯一敢跟彭德怀顶嘴的中将，打出了一个万岁军彭老总头一次战役后抓了个典型，在致斯作战会议上把38军军长批了一顿，第二次战役后又抓了个典型，再加蒋灵上加了句38军万岁。邓华作战役总结讲到38军误听百姓军说西川有个美军黑人团，有些犹豫，没有按照计划发起攻击时，彭老总按耐不住打断邓华讲话，叫起梁兴出一顿猛批，一个黑人团就把你吓住了，都说你是元虎将，我看你是个蜀将，都说38军是主力，主力个屁，梁兴出顶了一句，别骂人嘛。彭老总更火了，别骂人，老子就是要骂，骂的就是你，你打得不好我骂你娘，我打得不好你骂我娘，骂你算客气的呢，一物战机按律当斩，我彭老总没别的本事，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。韩先楚未到38军时，梁兴出头蒙大衣倒在炕上，梁兴出起身要走，老韩你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吧，我到前边去了，我可不是来给你当军长的。韩先楚冷冷地扔回去一句，没人会说骂娘也是一种工作，而这位代表彭老总来西线指挥作战的副司令虽然骂娘，对我军传统的这种思想工作好像也是隔行隔山，全然不知，一窍不通，只会以势压人，火上浇油。韩先楚心头明镜而似的，老韩老梁从他们认识那天起就这么叫着，直到其中的一个不在了，另一个还是这么叫着，两个同龄人，老韩比老梁早一年参加红军，职务也始终高一点，就跟眼下差不多，抗战时同的115师，解放战争又在一个军，一年也难得一届，那是通过各自指挥的战斗战役进行的交流对话，相识相知，韩先楚知道现在的老梁压力很大，可你知道彭老总的压力多大吗？彭老总从西北来到朝鲜，部下和部队都是四野的，我军人朝后碰到北撤的百姓军，听到的都是美军的火力多么强大，飞机如何厉害，还未与敌照面，耳朵里就灌进这么多东西，上上下下那心头就未免有些七上八下，动作也就未免迟一些，用兵之害犹豫不行，三军之灾生于狐疑，加上将帅不熟，又是大战在即，没点斩马谡的本事行吗？彭老总骂人也不对，可你梁兴出我韩先说谁的嘴巴没骂过娘，再说你就没错误，彭老总抓你这个典型屁骂一通，那是为了震动大家，也是在激你，你还火着呢，那就再刺你一下，让你冷静冷静，38军不能没有你这员虎将，人也不能没有压力，要把压力变成动力，把火气发泄到敌人头上去。在38军团以上会议上，韩先楚代表致斯传达作战会议精神，当然还应该包括彭老总对38军的批评，他却只字未提。韩先楚知道这一刻38军将士很需要的是什么，他说上一仗38军没打好，这一次彭老总仍然把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，为什么？因为38军是主力，主力是什么？主力就是很能打硬仗的部队，就是放到哪里都能过得硬的部队，就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部队，任何敌人在他面前都得低头屈服。在二次战役能不能达成目的，关键就看你们能不能穿插到位，到位后能不能顶住敌人。彭老总信任你们，在看着你们，上面也在期待着你们打胜仗，打个漂亮的大胜仗，打出军威，打出国威。讲到动情处，韩先楚那指手杖就不由得把地面敲得咚咚响。不算善言辞的韩先楚觉得自己是用心在与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交流，交流一种爱，一种信任，一种军人的责任和荣誉。梁兴出中将杀领战斗后，
南满我军上下都有一种畏敌怯战情绪，觉得今后这仗难打了。38军人头一仗动作迟疑，未能及时穿插到军余里，但他们毕竟打下了西川，接着又攻下了飞虎山。战后彭老总一通连批带骂，韩先柱则大加鼓励，这么一冷一热一夹击，主力部队那股子不服输敢吃硬的劲头立刻就嗷嗷叫起来，在二次战役就辉煌灿烂的打出个万岁军。二次战役后彭老总又抓了个典型，在家讲令上加了句38军万岁，说的就是38军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